厦门，咱所做的《高声传》呐，每一部戏都要让它呢，就如在写论文一样的，可考证的。可以说，历代以来啦，高声是用什么心来促写？因安怎用什么款的眼光来看世界？因发什么心呢？出家又是安怎样呢？来关怀立群，这都是每一位高僧因。一旦出家，在处世，在立群，这是真不简单。历代以来啦，真正的有处世，有立世。处世就是出家了后，愿意再过来立滚滚红尘的内底，还更发心前进，走入灵群去。不怕烦恼，不怕辛苦，愿意付出，带种再付出，这呢，这是真难得。尤其是地家大师，我一直讲，他是我这一生中会叫你家积极入世。而且呢，很专心，想要把《法华经》改当作呢，伫咧铺路同款，用经铺伫路人，希望人人唔是听，也唔是讲，他是爱先行过来，用经铺伫路人。好人先行过来，听到这哦，原来这段就是菩萨，就是佛陀要教咱行的路。咱无形中呢，已经行过一段再一段，这都是呢一段一段来跟咱讲，路是安尼行出来。啊，化成呢一段一段，现出这个境界，和咱安怎面对境界，和咱安怎样会当了解这个境界，爱安怎行过？哪怕呢，前面的路真坎坷，哪怕呢，前面呢欠水草，哪怕前面呢要险道重重，但是愿意。就是爱坚定立心，向前前进。也看到了，看到回体，佛陀跟咱讲啊，众生苦啊，三界如何体啊？这个三界一直呢，都在咱心，咱有欲。咱有色，色界，咱呢，尽管用咱的思想，那也是有无色界。人总是一个安尼会执着，最大、最有烦恼的执着，就是伫欲界，那个物件。会幽怨人，人甲人的中间会互相拉，这善恶呢在拔河，也有呢。世间所有你看得到的物件，有形无形啦、啊，无形的困扰咱的烦恼，有形的呢障碍咱的道心，很多很多。所以啊，人生啊，苦难偏多。你甲各位讲吼，咱现在呢，天地之间，现在的气候是安尼啊，要如何呢，让
气候缓和下来，唯有净化人心。我们要净化人心呢，就是要去除恶意，还有口意啊，都要去除。那爱多把会完，爱亲像吼过去的几十年前，那会完爱搁少，因为你多招一个会员，那就是多一颗种子，净化一个人的人心。那多度一个会员，你就有亲近的机会。都甲会员讲吼，所以希望恁会员一定爱招，多一个会员，多祥和社会。那呢，那一旦多跟大家说，这种事呢，无影响因的生活，增加因的福田，这吼、一定爱做。很多的国家，咱伫咧救济哦，每一场，伊都叫因爱落竹筒，我大量给你，你小点滴的付出，好恁知影讲，这个小点滴汇集就是大量的，所以这的物件，你若有小点滴放落去，这的物件甲恁的同款，这都是亲像。师父常常在说佛陀，在说辩驳，布施也破三的基亚格供养。佛陀跟弟子讲啊，从今以后，人人呢就是接受这块布的供养，这是供佛及僧。这块布供佛及僧，所以阮今嘛，每一件衣服的后面都。放一块印，这就是从那个频婆啦，佛陀呢所传下来，这种供养意义呢很深，很大很大的供养，其实我都说是供养天下人，我们都是要点滴回向，很穷困的地方也是同样。在竹筒岁月，哥个头壳要了啦，对面你搞哥无新鲜事情无喏，一路没有过年钱的无喏，一路包没有呢，太钱的无。对对对，我那三五天才来的，五天来的，看不着照片说了嘛，哎，五天。我三面才也无喏。那边的嘛，你不买了，太多钱，好看的，没那得看，那得看。ก็คนนี้มาเลยตอนนี้เนี่ยสุดเลยวะที่เป็นสัญญากูติวเดียตัวลุงที่เนี่ยบ้ามาเติมยาวเลยกูดูพอสิเนี่ยลุงได้ขาจะรอแต่กว่าลุงเปลี่ยนตัวไหน大家都是希望过去生就是无做好今生再这么贫困再这么真多困难所以这世人要用真欢喜的心那在困难中我们愿意付出一点滴来生来世啦欢喜有福啦，困难呢也因为你这世人安尼打开困难的心，甲落落去，来生呢有困难嘛，真容易过啦。总而言之呢，期待大家要多念因果，因缘果报，这是师父一直讲。什么款的法拢唔免接着袂要紧，因缘果报呢是不能不坚持。真真感恩的代志是足多呢，拜托大家人多发心啦。总而言之啦，我们能做什么尽量做，把握时间，利用生命，时间是安尼过。似乎这回呢。真正是吼，我自己很感恩，会当安尼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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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过来，现在搁在跟大家人伫咧分享，我真的很感恩呐、啊。生命呐唔利用呐、啊，我一天过，空过一天的时间，所以时间不要空白，一天不付出，没有发挥。我们的价值，那就是一生空过，一天空过了。
时日已过，命已随减，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